天，这是什么？终于等到你的孩子出生了。你，你可别怪我，我的任务就是带你的孩子回克尔辛继承王位。对了，还有那个地球女孩小雨，为了避免麻烦，我会消除她所有的记忆的。你敢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小天。据说科尔星王族生孩子会伴随着二级进化，好像还没人见过呢。沈天，你怎么样？小雨，快走！你竟然找来了，那就先拿你开刀吧。停，这是你最爱吃的小鱼干。还真把我当你家宠物了，小雨。知道为什么没人看过科尔星王族进化？为什么？因为看过去，全都不在了。